要 status， 那么 be 要 be。 本来我男朋友的刚做好指甲回到家，然后现在是下午六点钟，给你们看一下我新的指甲。那我现在呢就在处理我的工作，然后处理完这边后呢就要赶紧的换一个妆，因为我晚上呢有一个拍摄，好累。然后我现在头真的很痛很痛，因为今天是我例假的第二天，然后也没有休息好。五月份真的超级无敌忙，真的。现在在非常快速的化妆，然后用的是我新买的 Tom Ford 的粉底，目前感觉还不错。外面现在下超级大雨，这个妆效真的好好看哦。好，那我们化完妆再见。姜、猴鼠马兔、猪头、龙虎马狗，怎么乱乱讲的？猴鸡狗猪，你马精神，什么龙马？龙鼠、鼠兔、鼠虎、鼠龙、鼠马、鼠虎、鼠虎狗鸡。鼠虎，鼠牛虎兔龙蛇马羊，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Hello， 我现在人在 Gardens Mall， 因为呢我要买我男朋友的生日礼物。对，然后他现在完全不知道我在外面，他以为我在家工作。因为我们等一下晚上要和他的朋友，就是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所以我现在在买礼物，然后等一下可能准备就直接过去。我现在非常难过，因为我想买给他的东西没有货。我应该早点订的，可是因为我这几天真的太忙了，嗯。可是没关系，我就是有打算买别的给他。今天真的是很不顺利，我刚才就是有到 Hugo Boss 里面想要买就礼物嘛，然后我才发现我带的银行卡是有 limit 的，然后就是限定我一天只能刷900吧，应该还是1000，所以就过不了。然后我刚才就到 ATM machine 去取了3000块现金，所以现在我就是可以买我想要买的东西的，开心。可是我现在肚子好饿。OK， 不累不累。So, price tag, ticket out, yeah? Yeah, yeah. Okay.
Are you a Hugo Boss member? I don't think so. You want to join? Free membership? Oh, can. Can, yeah? Both qualities and perfume, put it in together one box. Okay? How does the box look like? Want to get wallet also? I'm not sure because I went to Burberry just now and I saw another one. Oh. The price? I think double. All in, no? The all in. Yeah, easy to pack also. Yeah. 我觉得我男朋友现在一定非常伤心，因为我们本来今天晚上要见面的，然后我就假装告诉他我妈妈不让我出来了，因为疫情很严重。然后其实我已经和他的朋友就是策划好了，然后他就以为说我们就是见不了，然后他现在好像蛮不开心。Darling, I know it's hard to let go. Soon I will hold you again. Longer days when I'm away, but we'll both pretend to be bold.I've never been bold. 最近小红书接了一个 Clarins 的合作，然后刚才去买了产品，然后又被怂恿就是买一满不知道多少又送东西，所以又莫名其妙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刚才又买了阿玛尼的唇釉三支，我的天哪！我今天花钱真的太可怕了。我现在呢就到了他朋友的家，对，准备上去给他惊喜。我的天，我已经很久没有给人惊喜了。Je vois le village rose et mettez des mots d'amour. 我在敷面膜。哦，我都忘记讲，我们回到家了。我们回到家了。然后他在煮宵夜给我啊。生日快乐啊！弄的，江江，你看你的，你看你的，这里有我的面膜。这些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哦，你要煎了是吗？最后啊，就跟我说 ，Attention， 明白了，他想要你放入初中，把初中力放在他身上。对对对，把初中力放在他身上。我们现在要来拆礼物喽！哦，对，你不要读出来耶。虽然我是没有写什么啦，很官方的 ，wish 一下。等一下我可以读出来啊。不可以。绝对没有害羞，这个一定是童子军来的，爸爸妈妈死。童子军，这是什么？包。哦，这是钱包。哇。挺适合你。是啊。是啊。今天的第二只箱子。我可以当第一吗？可以。今天的第一只箱子。很漂亮的，我跟你讲，很香哦。哦，好喜欢。噔噔噔噔噔！哇！我是耶！我是要试穿。All right， 这个 fashion show， 我要拍。哇！是不是？
真的是这个人。马上放钱。你跟我讲过的你要的东西，你讲很久了咯。枕头。你有跟我讲你要枕头吗？床。哎，不可能床放你吗？不能床。放你睡觉了。能不能快点开了，废话多多。毛巾。我说你沙发，为什么来这样沙发？其实买呀。我那天在 online 买了一个，也是很舒服的。那这个给我。这我要。不要，我要，我要。是我的。嗨，我男朋友等一下会再来找我，然后呢，我刚刚就买了一块小蛋糕，还有一个叫玄媚娘的一个甜品，是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吃的甜品，然后打算就是在11:50左右吧，再就是给他一个小惊喜。I wasn't waiting for sunshine and unicorn. I've laughing at her running and you don't bear. All of a sudden you're the hero of my story. I celebrate a love and all this to me glory. I still remember the way this whole thing started. I was walking down the city feeling down and broken hearted. But then I guessLead to a room of food from collision on my way home. I cut a corner down, we hit and crash. The crash has been the first and hasn't been the last, cause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from any other old school dating institute. We are explorers,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and everyone.Escape from the loom. Baby, Does that matter? 没有吗？你刚刚已经喝了。看到你吃东西，我很开心。纹眉痛还是这个痛？哈哈哈哈，洗眉，我洗眉痛哦。他说他是一边哭一边洗。最好是。
就是把外面那层东西拆掉了，然后现在要来涂这个我非常熟悉的东西，就是这一个是一种不知道膏药膏吧，就是每一次纹身在康复的阶段都一定要涂的一个东西。挤出来涂上去。其实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问我，就是纹在一个这么显眼的地方不会怕后悔吗还是什么的，其实我是不会后悔这一个图，只是可能有时候会不太习惯它在这一个部位，因为这个部位毕竟还是蛮明显的，所以就是希望不会有什么那种抵抗纹身的那种人在下面留言，因为我从我最开始纹身的 vlog 也有和大家说过，我绝对不是在提倡大家去纹身，这只是每个人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然后我是非常欣赏并且享受和喜欢这一种艺术的，所以我才会去选择做这个决定。今天我已经涂好了，反正要开的，不用紧，我可以自己按钮，可以用这个死笨蛋的。让我试啊。闭不，闭不。它可以 focus 我吗？给。我要学你。It was a cloudy day, stuck in a traffic jam. 早安呀，好多虫哦。喝一口，这是奶茶。这个这里长了一颗痘痘，在。想要看什么，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就是在吃饭之前如果找不到要看什么就不会先吃，一定要等到找到为止才开始吃。好吧，我选择看密室大逃脱，虽然我没有看过，可是我觉得可以看一下。 Things never fit to place. If you stay so uptightJust drop off your pretense to me and write. So when you get a bad day and things turn to the worst, remember this once. 我已经很久没有出 vlog 了，对，我现在要来剪我昨天录的 Color Key 的广告，一个试色的视频，相信 vlog 出的时候我已经放在 Instagram 上面了。对，剪视频啊，剪视频，剪视频。姜晨。Watching an old time movie, follow the clouds go by, and drift in the sky. Hi, 我刚刚洗完澡的，刚刚洗了头。开心开心，洗了头就是最开心的。Hello. Hello. Hello, baby. Hello, baby.
吧。啊哦。啊哭乖，啊哭乖。我们在一起半年了啦，是不是？还没有。这个泼出去的时候半年了啦。哦、oh, ，OK。啊！啊！I heard a sound. 痛啊！一点点。啊！痛。半年了，你有什么要跟我讲？不要，我要你在镜头面前讲，开始你的表演吧。这一个半年来，这一个半年来，过得很开心、平凡、幸福、美满、快乐。耶、yeah.。然后还有 ，OK， I love you。还有啊？还有什么？你吃多一点。不要，我已经肥了。瘦了吗？我不懂我肥了多少哎，没有去量。瘦了，没有看瘦了。因为我这几天来例假，没有吃东西。不是来大姨妈，大姨妈我也是不喜欢这样讲，好像这样来大姨婆，什么来你老婆啦，来例假是不是很礼貌，是不是？听不懂，你现在听懂了吗？是不是？是，是不是？是。你还记得我教你的韩语吗？记得。不要叫什么？やめて。哦，不会这个啦。看回去一定笑了是。快点。给我讲一次。对，这里要卡掉了。这里卡掉了。没有。我要快，我要显得很聪明。不可以叫。阿妮。喂。阿妮哟。阿妮是不是不是不可？男朋友叫什么？欧巴。欧巴是哥哥啦。嗯哼哼哼。欧巴有用。男家养叔。什么养叔？男家亲姑。男家亲姑。女生呢？女朋友呢？不是啦，有家幸福。有家。猜我现在要干嘛呢？对，没错，吃宵夜。我的布布回来了，给你们看那个 cheese， 不用紧，看那个 cheese。那我在说啥、啊？脑袋叮当吗？中国个都在哎，你这一点阿妈，我罗花路啊，嚯，一个小时，你可以想象吗？你不要听好听话喽。哦罗，哦罗就是成长，学起来啊，哦罗。哦罗就是称赞他那天晚上打电话，我打电话给他，哇，他就一直讲，哇，我们的咪咪哦，哎呦，高的输哦，哎呦，天价高。对，我饱了，我早上吃饭很丰富，我从一种营养好哟。好，可口的又不会肥的咖啡给你。好，好吗？好，但是不甜的哦。好 ，OK 啊。好，不甜啊。你说什么都 OK 的。嚼。因为我讲不要的话。没有啊，那我就自己喝咯。没有。
我自己喝。你会喝啦，不肥的哦。因为我让你学会喝健康的热饮，我不要你每天来月经又在那边痛到我又要去照顾你。果然不要照顾我。对 go 要不要？我想要呀，我很想要喝。You're just going right the way, but I'm drowning here in this ocean. 你为了没有那小朋友这样，就是不能到现在目前为止，他们很多个说法，有一些讲，因为那个 vaccine 还没有 test go 在儿童。你是儿童吗？要不然有一些就是讲不够啊，而且十多岁抵抗力比较好，所以他们就给大人。嗯，可是我都快可以了啊，还有半年我就可以了。我看还有半年，他们就是出一个小孩子的版型。笑，小孩子，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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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So good. But I'm drowning here in this ocean.